本店不包售后，再啰嗦你也得忍着。 真是够闲的，我觉得这个角度找得很好啊！你看这眼神，多到位，多深情。恶魔夫妻，股市杀手。你喜欢啊？你喜欢给你贴床头好不好？你倒提醒我了，我可以请他给我们拍婚纱照。 我不要，我不要我的婚纱咒里充满了诅咒。思辰，你去工作吧，这里我可以的。那你中午就在店里不要出来，我让飞扬给你送午饭。下午在店里等我，我来接你。还是老样子，半个小时给我报一次平安。 我在跟打卡机谈恋爱吗？尹总，该回公司了。有什么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不准瞒我。你怎么这么啰嗦？我现在退货还来不来得及啊？本店不包售后，再啰嗦你也得忍着。 余下的分呢？晚上回去再继续算。 记得回家主动来领哦。哎呦！那他们收到邮件了吗？我们可以邮件沟通。 他这是拒绝跟我们沟通了。我会及时跟他们保持联络，你有消息我通知你。飞扬，你怎么来了？思辰呢？他去见股东了，他特别叮嘱我，叫你不要外出，以免发生什么意外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打我电话。思辰现在怎么样？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正在争取股东的意见，尹总会搞定的。便当很好吃，小费拿好。